间呐、啊，昏昏扰扰。可是，在昏扰中的背后里，也是有清流在绕人。要如何来净化人心啊？这是最根本，而是最重要的事。方向不变，往人间菩萨道的前进。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天下的灾难真多啊！看到了智利火山爆发的信息，好、哦、如陷入火海一样的，看着看着，真的是很心痛不忍心啊！地大不调。就是这样，大自然本来呢都是一片祥和，只是我们人啊总是呢不好好的珍惜它，那众生功业累积了，所以佛陀说啊，众生业力啊，重如须弥山。所以这都是呢众生的重业，所以业来呢四大业不调和，四大不调和啊，出自于人的心态不调啦。这都是常常所担心啊。哎呀，担心又是如何呢？一直都看见呐、啊，这种无法平息的人世间的心态，很感慨，苦难人还是不断的苦难事发生，也看到了。西非的伊波拉的疫情已经呢很长的时间，那样的损失的人口也不少，因为呢他没有药可医，也是无药可预防，所以呢也造成了不少的孤儿。那在狮子山这个国家呢，当地的医疗呢，啊，真的非常的简陋啊。看到隔离病房呢，那就是没有墙壁的，啊，只是呢用这个旧的布帘这样的遮一下，病人呢没有床可以躺下来。就是在椅子上面里坐着，其实我们已经呢几个月前开始想如何能帮助这样的苦难国家，所以在年前呐、啊，我们已经呢把福慧床。毛毯，还有呢，香积饭、专柜、厨房。但是呢，我们很想，希望这一些物资能直接呢一件不漏掉，都是在给需要人能用到。也很感恩呐、啊！昨天呢，有一位西利基金会，他表达要跟慈济呢来合作，因为呢，
着我们物资送到了，是没有人可以亲手拿到所需要人的手中，或者是供应给病患呢，真的能用到。香积饭是不是能真正的普及给这一些病苦人，能享受到了补充营养，这都是我们担心的。可是他带着他的执行长也来了，因为他这位执行长，他也花心立愿，有心愿呐、啊，想要把这个狮子山这个案呢，能尽全力呢，把它的做好，希望呢这一波的伊波拉的病情呢，让他过去这个细腻的年轻的老板啊，他跟我这么说，他也去看过，去了解呢狮子山的这种情况，他们也在狮子山里盖了一个简单的医院。他自己说他是小小也是很简陋，总是这样照顾呢，无法度他提供到满足啊，还是呢多数的人，因为病患很多啊，多数的人都在破难中，没有屋顶，没有墙壁啊等等啊，非常的简陋。所以昨天他送我一本书，这一本他说这是他亲自去到了那里呢所拍摄的，看到了每个孩子啦，都是呢眼睛很清澈很可爱，而且看到当地的人呢好像这种不怨天尤人的那样的无辜的无奈的这样的人生啊，听到他们呢有以为去起学校嘛，我跟他建议就是说希望他们的力量啊能教育他们，期待他们啊要向他们来教育建议，不要呢再有这样的触摸拥抱亲吻这种来盖回来，那这都是大家要去努力的。没有的话呢，没有改变呢，可能这种的病无法这个降低哈。那另外有一位，他呢就是狮子山的人，他已经把妻儿安排好了，在美国，他自己呢。就是花心立愿，他说他愿意负责走入了狮子山，把我们的物资呢实实在在点滴不漏，会把我们的物资到达。那另一位女士呢，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的太太。这位副秘书长呢，他一直都有跟我们的在美国 的基金会有在互动啊。这一次呢，他本身也是狮子山的人哦，所以他也表达他愿意呢带跟慈济来合作，把这一些物资呢真正能送到达了所需要人的手中，这都是呢，很感恩呐、啊。物资到了，浮现出了，有阿内的人会当替咱去发红吼，真的实在是不可思议啦。慈济人都说有愿有力啦，因缘就成就起来吼。那昨天呢，他也来正式的签约这一波的。合作
就是这个西力基金会呢，还有这天主教的明爱会，大家来合作，把这样的人道精神、爱的能量呢，能去帮助狮子山这一波的苦难啊。总而言之啦，有愿有力啦，因缘成就哈，要有这个好的基金会啊，慈善的团队呢，我们大家来合作，但愿这一波呢很顺利的能普及更多人。